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再做一个练习，叫做约瑟夫华儿。然后呢，这里我写了一个幸运数字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哈，我一会儿给你讲故事。这故事的名字呢，不叫从前有座山。好 ，test 八。好 ，Ctrl V， 幸运数字。这是什么意思哈？来，我给你画图哈。这个不用留了，新建一个哈。好，那么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国王，这国王呢我不是在画国王哈，我在画一些人。这国王呢有一天心情比较高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国王有一天比较高兴，他就把监狱里面500个死囚犯给拽出来了，然后让他们围成一圈，说你们数数吧，数到三和三的倍数就得拉出去枪毙，那么最后剩一个无罪释放。哎，这国王比较奇葩一点啊，想出这么一个奇葩办法，这太吓人了，这轮到你就挂，轮到你就挂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咱们没办法去画500个啊，太费事了，咱们就画了8个。来看怎么数的啊，好看，一二三是三的倍数对不对，然后把它干嘛，把它干掉，四五六它是不是也是三的倍数，哎，把它也干掉，七八九数数数到三的倍数啊，并不是这里面数是三的倍数，是把它也干掉，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哎，干掉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干掉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干掉。有同学说老师剩下怎么样？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，干掉。然后最后呢，这个幸运数字就是七。那么如果你现在不小心穿越了，正好遇到这个国王想杀人的时候，那你一定要站，会站位置哈。自己先算好，哎，先算好，到时候最好能带电脑过去是吧，然后电脑有点有电池，然后在那儿自己运行一遍，然后说国王好，那我找个位置站吧。好了，那么现在这个其实就是要做一个约瑟夫环，哎，所有的要围成一个圈，围成一个圈了之后，然后呢开始杀人，最后活着这个就是那个幸运的人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做这个题吧，约瑟夫环，约瑟夫环，这个比较难的哈，我讲过很多班，至少有1/3同学应该是听不大懂的，这是还是比较正常的哈。然后呢叫做获取幸运数字，幸运当然幸运了呀，你获取到你站的位置对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用挂了呀，获取幸运数字。好，然后呢返回值类型的肯定是什么呀，是不是 int 呀，返回值类型是 int， 然后呢二呢参数列表，参数列表，参数列表是这个 int number， 你想从几个人去找，比如说你想从8个人去找，那我就传8，你想从500个人去找，我就传500。好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哈 public static static， 然后呢来一个 int get luckily luck luckily number， 获取幸运数字，然后 int number， 这个 int number 我刚才说了哈，你想从多少个人去找，那么你在这里面就来一个这个几就行了，你想从8个就传8。那首先问题来了，我怎么才能让它围成一个圈儿啊，我得把这些人都怎么样，是不是都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去，放在容器里，然后让容器围成一个圈啊，这能听懂吗？好，那现在咱们先不去写代码哈，先画图说一下这事儿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这是一个能存八个人的一个集合，我把它弄集合哈，不弄数组，因为集合里面是不是有删除的方法呀，方便一点。那么这八个人来看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哎，八个人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面来一个 int i 等于零，这是一个指针。好，我们把这下面都写上啊，零、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这个指针干嘛呢？通过这个指针去删人。比如说我现在哎指针指到这儿了，然后呢我通过它去把人给删掉，然后呢指到这儿了，然后呢我又把这个人给删掉，然后呢指哎再往后指这就不行了，是不是再往后指就不行了？那我们现在最大值是七，你肯定就索引最大值是七，你肯定不能指到八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的索引等于了这个 size 的时候，等于了这个 size 是不是就是最大索引再加一，那么等于这个 size 的时候，我等于最大索引没事，等于 size 的时候我再把它归零，这话能听懂吗？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转圈了？哎，只要你等于最大了，我就给你再归零，再从头再去指，那么只要等到最大了，我就从头再给你重新指，明白了？哎，那么它是那个指针，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个查数的变量 count 啊 count， 哎，有 count 一开始让它等一，哎，等一进来，它是查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查到三，只要是 count 模三等等零，那我就开始杀人。杀人通过谁杀呢？通过索引杀。能听懂这个大概意思吧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题吧。我们说用于集合，那好，来一个 array list。然后这里面存什么呢？存的是 integer int 记呀 integer， 然后 list 就等于了 new 一个 integer。 好，创建集合存储一到 number 的对象，然后怎么存啊？便利呗，for， 然后来个 int i 就等于 1，i 就小于等于 number， 然后来一个 i 加加，然后来一个 list 点 add 什么 add i，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一到 number 数字全都存在这个 list 里面来了，这话能听懂吧？number 存储在集合中，存储在集合中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干嘛了呢？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杀人游戏了，很刺激啊！杀人游戏，其实杀人在我们的这个集合里面是不是就 remove 掉啊？删除掉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怎么去杀，然后呢，来一个 int count。count count 就等于一，然后来一个 for， 这个 count 是干嘛？用来数数的，用来数数的，只要是三的倍数，只要是三的倍数就杀人。好，那么循环来看。我们得是不是得循环杀呀？哎，杀到剩最后一个就不杀了。那你说循环条件怎么写？首先 int i 等于零，这是肯定的。int i 等于
零。然后同学说 ，i 小于 least 点 size， 这能行吗？这能行吗？能是 i 小于 least 点 size 吗？我这个集合当中剩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不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？来一个 least 点 size， 只要是不等于一，那就一个杀，一对杀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是 least size 不等一，那我就一顿杀。只要集合中人数超过一，就要不断的杀。然后我们之前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 arrays 呀，它是一个底层是一个数组的，它随着不断的增加呀，它随着不断的增加，它会增加到这个最大索引，比最大索引还要大。那么比最大索引大的就是 size 了，那么只要满足跟 size 一样了，我就给它怎么样，再归零。所以在这里面我做一个判断，如果 i 要是等等于了 least 点 size 的话，那我就来一个 i 等于零。哎，只要这个条件一满足，我就把它重新归零。如果 i 增长到 least 集合最大的索引加一时，重新归零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哈，我们来，如果 cou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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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是模一三等等于零的话，那我就怎么样，是不是 remove 掉啊，杀人呢、啊、list 点这个 remove， 然后把谁杀掉呢？ remove 这个 i， 对不对？通过索引去杀人嘛，所以来一个 list 点 remove i。 如果是三的倍数，就怎么样，就杀人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杀完人之后别忘了你要继续数数啊， count 加加、不是杀完人啊，是满足条件才杀人，然后呢进来一次要数一次，进来要一次要数一次。那么别忘了啊，别忘了最后你把人都杀完了，然后应该怎么样，把这个幸运的人给返回 return。 那么我们杀完人了，集合中是不是就剩一个人了呀？所以就把这一个人给返回是不是就可以了？那这人谁啊？ list 点 get 零啊，你全杀完了不就剩零索引这个值吗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我这个题呢有点小错误，有点什么小错误，我们试试再看看啊。 SYSO， 然后呢叫做 get luckily， 来一个八，绝对是报错的啊，来看试试运行，大家看是不是报错了。 index 是六， size 是三， size 为三的时候 index 竟然是六，那这绝对会出现怎么样，索引越界啊。那为什么会出现索引越界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回到这个图你来看哈，我首先呢i 不让它等于零了，这就来一个 i 就行了。首先呢这个 int i， 指向了这个位置， i 等于零嘛，然后呢 i 等于一， i 等于二，那么 count 也不断在增加，对不对？ count 为一， count 为二， count 为三，然后把它杀掉了， remove i 把它杀掉了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有个什么事呢，就是当你把它干掉的时候，然后呢这个后面的所有元素要怎么样，向前移动。然后呢你的 i 怎么样，你的 i 还是在向下，向后去走。所以这样的话我中间是不是错过了一个，明白吧？你应该是从这个位置在四五六，对不对？所以 i 杀掉一个之后应该再归回到这个位置，那就是怎么样，是不是 i 减减呢？这个曾经咱们是不是说过呀，别忘了这个地方
要进行 i 减减，杀掉一个要归回来，这样的话不会数差，然后再来运行。好，怎么又报错了啊？刚才是不是运行的太多了呀？我们来看哈， get luckily 8进来123啊，不在哪儿减减呢，这是都疯了吗？好，在这儿哈， remove i 减减，在那儿减减是不是疯了呀？好啊，永远填不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运行，结果是7。刚才咱们那个算的是不是结果也是7啊？哎，刚才算的结果也是7。好了，那这就是获取幸运数字，叫做约瑟夫环。那么这个知识点呢，咱们在这儿保存一下。